把那辆羊给我拉回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80后农村的阿阳。今天呢，咱们约了一个狗场，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。快到了，听到狗叫了，咱往这边走，越来越近了啊！哇，太多了。不知道你们听到了没有，反正是这边已经听到狗叫了。走，咱们一起进去。哇塞，进门了，看到一个蓝猫，有认识的吗？这个是蓝猫，喵，圆圆的脸蛋，哼，撒娇呢。咪咪咪咪咪咪咪，看，看看看看。啊、哦、他想说话了。来，咱往这边走。这个呢是小边牧。这个边牧的话，它这个边牧是陨石色的，知道吧？陨石的边牧，陨石色的。边牧呢有三种颜色，一种是黑白的，一种是棕色的，还有一种是金色的，这种是陨石的，一共有四种颜色。来来来，小宝贝，看看看看。下雨，它身上可能有点脏。对，很漂亮，很乖巧。来，咱往这儿，往这看。这是金毛，这个金毛这是双血统的金毛，知道吧？它颜色比较浅，但是它体型比较匀称，方体的。这个有9个月了，这个。这个九个月了，这个已经是这两个金毛爷爷在2011年、2012年参加国家那个比赛拿了个冠军，新大地，知道吧？他的爷爷是一个登陆冠军，拿了一个冠军。Hello， 啊这边，啊这边，很激动啊这个，来我来摸摸，来我来摸摸他。这个不温柔的，这个很温柔的，这个拿出来看，这金毛还是很温柔的。再往这，这是一个沙漠，这个是怀上了吗？这个它前期不是褪毛吗？就是在褪毛过程中，所以后面的毛比前面的稍微长一点啊，就还没有整体旧毛没有褪下去。这个大家看，这个沙漠前半身是很漂亮很白，但后半身的话可能有点脏。它现在是夏季嘛，现在正在换毛的期间啊，毛全部褪完以后就更漂亮。再往这看，叫的这么厉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格会吗？对，这是一只撵兔的狗啊，撵兔子的狗，知道吧？大家看它的小宝宝。走，咱们往里面去，那个是小宝宝的父亲。咱们这边看一下，这个是小宝宝，那个正在生产了，这个也一个狗也生狗了，咱们看一下，大家来这边看一下。哇塞，这么小个地方。这是他的妈妈自己找的。这个就是刚才让大家看那个撵兔狗，那是他的父亲，这个是他的母亲，这是他自己的孩子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狗妈妈非常听话。他自己生产，自己找的地方，找了一个角落里边自己生产了。啊，带大家转了一圈，今天天气也够热，弄了我一身汗。今天就到此结束了。记住我，80后农村人阿阳，拜拜。